姥姥，今天做不了菜了，我们报名的户籍使者被选上了。急什么？不就是一只鸡去深圳吗？这一千多公里呢，咱们怎么给他送过去啊？这还不简单，看姥姥给他上一课。潘姥姥，小鹏就交给你了。老四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小鹏保护好的。在你们没有找到下一位户籍使者之前，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他，要保护他的安全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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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小鹏，今天跟着姥姥辛苦了，我们终于进城了。哎呀，姥姥，你别卖关子了，待会带小鹏到底遇见谁呀？去那里不就知道了吗？路虎，快开门呐，我把小鹏带来了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路虎，我把你的好朋友小鹏带来了，一定要帮姥姥把他送到下一站的户籍司手仔手上。姥姥，拜托你了，谢谢。此刻已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我只。